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SSQ Rush。那今天为什么 又上片了呢？因为我今天打了一场半人马千徙防卫战，那我刚打完，从这里绕了一大圈，不不不，走来这里大概花了15分钟吧，从4点打到4点15分。然后清了一大堆怪，花了很多时间。打完王之后呢，他给我了一个商队保险箱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保险箱会开出什么东西。三二一，啊！我要回拍卖场了。